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感谢您在世界各地收看这场令人期待的比赛。现在队员们正在做出场前的最后的准备。我是王涛，而我身旁的这位对录音场是再熟悉不过了。苗坤是这样的，是吧？谢谢王涛老师的问题，我可以厚颜无耻的回答，师弟。我们看到今天的比赛已经开始了，费利佩。 马尔基肖送出直塞，非常好，但还有时间调整。戈丁大脚把球开了出去，他们获得了一个界外球。马尔基肖，伊瓜因身体优势啊，这点让对手很吃亏。面对球门造不成什么威胁，只能选择传球。如果能够一直让他不面对球门，也没什么威胁了。防守做得非常非常好。 尝试吊过顶球，马尔基肖跑位时机啊，真是登峰造极。
现在他在边路拿球，漂亮的脚下功夫，已经有人在准备抢点了。脚下动作真快啊，菲利佩，大家都期待一脚高水平的传球，他抬脚射门，很可惜没能吃正部位。刚才漂亮的带球突破促成了这次攻门，显然边路采用的站位防守是行不通的，他们这次非常的幸运，否则比分早就改写了。早早出现进攻信号对他们来说非常有利，他们已经打乱了对方的防守，现在需要保持住。八角怒射，漂亮的扑救，太精彩了，不错，门将这次扑救体现了他的身价。头锤，这恐怕回头见到队友都抬不起头了。他们开局攻势就很猛，要是能保持住这个节奏，进球就是指日可待。科克，菲利佩，下一步会怎么走呢？掉过头顶，菲利佩跑向了传球的落点，高高跃起，哎，球感啊还是有所欠缺。马德里竞技有几名球员早早的在禁区内等待，但是他们却没能创造出任何的机会，太浪费了。伊瓜因，漂亮的控球，球在迪巴拉脚下，干净的解围，看谁能得到皮球。视野很开阔，将球转移到另一侧，想要穿透防线，马尔基笑，伊瓜因，球在夸德拉多脚下，他成功的阻止了对方的进攻，防守队员把球解围了，究竟谁能抢到球呢？球在格里兹曼脚下，科克，格列兹曼，迭戈科斯尝试打一脚，之前的跑位非常出色，就是射门太糟了。我想面对这样的传球，后防线难免会露出破绽，这个传球应该为他们敲响了警钟。马图伊迪，利希施泰纳，将球塞过去，他已经进入了腹地，他成功的将球破坏。夸德拉多，伊瓜因，好机会，很有威胁，可惜没能破门。刚才已经无比接近进球，几乎是一脚完美的射门，最后被门柱弹出，只能说是稍欠运气，全在毫厘之间。菲利佩试图直塞，马图伊迪，科克把球抢了回来，马尔基笑，球在伊瓜因脚下，亚历桑德罗，马尔基笑，传中偏折出了底线，角球，戈丁，这脚踢得很远，门将没能控制住，要不是后卫反应及时，结果可能会完全不同。迭戈科斯塔直接长传，
刚刚丢球就以训练不进二到零二，想定当然不让的速度把球抢了回来。马尔基西奥，球在迪巴拉脚下，射门，射门还不错。上半场比赛结束了，这个时候难免会有千万个假如，可惜这个世界上没有月光宝盒。双方进入了中场休息，一波猛攻结束了上半场，我觉得我们只要等着瞧就好了，看看他们能不能再次迸发出上半场的冲劲儿和决心。我觉得可能性很大，而且这种状态一定会保持到下半场。引人入胜的半场，不过比分还是停留在7-0。好的，双方的较量进入到了下半时。上半场比赛没有出现进球，但是至少意味着防守球员的工作做得很好吧。要想打破局面，进攻方式必须更具想象力。很难在对抗中占到便宜。费利佩，科克，球现在没人拿，谁能先抢到呢？萨瓦尔意图很好，但是没能成功。球转移到侧翼，跃起头球，哎，这个头球质量不高，最后还是没能取得进球。不过这确实是一次非常犀利的反击，在这种速度之下，对方很难组织起有效的防守。伊瓜因，球来到了左侧，夸德拉多巧妙的传球，迪巴拉是角球，迪巴拉没有选择长传。马图伊迪能进球吗？球进了，禁区里密不透风，能够找出这个空当非常不容易，门将根本没法预判，确实有点不太走运。僵局被打破，比分变成1-0。主教练在中场休息，比赛布置和鼓励往往会给球员带来很大的帮助，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伊瓜因，球进得真漂亮，伊瓜因，这样一来他们的形势越来越有利了。反击就得这么打，迅速果断毫不留情，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反击。已经有球员在场边热身了，好像是要换人。在这个时候换上体力充沛的替补球员非常合理。这第二个进球会让双方的心态出现两极分化，落后的一方会压力剧增，而领先的一方凭借心理优势很有可能会再下一城。非常犀利的盘带，迭戈科斯塔门前失射，这脚射门比较离谱了，在球门正前方他没能把握住机会，我不得不说他还是嫩了一点。现在无人持球，克雷亚试图快速发动进攻，本可以成就一个好球啊，只需要传球再好那么一点点就行了。队友之间在沟通上面出现了一些问题，明显没有想到一块去。迪巴拉想要吊过对方头顶，伊瓜因跑位时机啊真是登峰造极。掉到前场，格列兹曼，球在迭戈科斯塔脚下，格列兹曼传球，迭戈科斯塔一个舌尖上的抢断，哎，我为什么要用舌尖呢？这是一个边线球，显然是定位球时的威胁，需要特别注意，不能让他拿到甩头攻门的机会。纵身跃起，进攻基本打成了，但是效果不够理想。
应该是要换人了，已经有球员在场边等了。戈丁，他们在球场上组成了铜墙铁壁。漂亮的直塞球，迭戈科斯塔尝试一脚打门，但这并不是他最擅长的方式。不够果断啊，想法太多了，给了对方时间，无间道啊。球在曼朱基奇脚下，皮亚尼奇轻巧的传球，球转移到了右侧，想要穿透防线，他有足够的空间来处理球，球失去控制了，看谁先抢到，把握传球的时机，没人能猜透他的意图。格列兹曼，向前推进，他们准备如何进攻呢？马尔基西奥，亚历桑德罗，球在曼朱基奇脚下，曼朱基奇险些就攻破了对方的城池。戈丁直接传到前场，克雷亚，托雷斯，马尔基西奥，发起反击，道格拉斯科斯塔，险情暂时解除。伤停补时时间已到，裁判的哨声响起，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的他们，着实奉献了一场非常。